时间呢，跟大家在这个空中见面。那我还是如往常呢，我们会带来这个最近最热门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会帮这个题目呢，专注于在这个我们这个 NBA 篮球的这个最近的一些热门话题。那同时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这个两位这个平常对篮球非常有这个研究的朋友们，一位是我们的 Michael。Michael 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 Michael。最喜欢的篮球队是 Miami Heat。最喜欢篮球队员当然是我们加拿大球员 Steve Nash。那接下来是 Weldon。大家好，我叫 Weldon。那我在那个我看过非常多的篮球，非常多年的篮球。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一些关于篮球方面的事情。好，这个呢，首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多伦多，那当然我们就会先谈到我们自己多伦多最受欢迎的 Toronto Raptors。Toronto Raptors 啊，在这几年来讲呢，可以是给这个球迷有了一些希望，也有一些失望。希望是说呢，在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刚刚好有打进这个 playoff， 就是打进这个季后赛。可是呢，接下来是连续的这个三年呢，就是被踢出场外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对于这个多伦多球迷来讲，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迫不及待，希望说看到这个多伦多暴龙队呢 ，Toronto Raptors 呢有这个重振雄风的一天。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年的这个trading deadline 这个交易截止日呢，会是在这个二月的24号，就是说在这个下礼拜很快的时间就要到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今天想要谈一谈说，两位，你觉得说多伦多最近的可能交易会是什么 ？Michael， 啊，那当然就是 Jalen Rose， 或者是最近一直想要离开多伦多暴龙队的Marshall。嗯哼，那我认为是说最有可能的话，就有极有可能就是他们两个是同时被当做一个 package， 嗯哼，交易出去，或者是说就顶多只交易一个。或者是两个都不交易，可是我这看最有可能的情况下就是两个同时会被当做一个 package， 然后被扔出去外面。那你有大概想到说他们的这个目的的 destination 大概会在哪里吗？我知道的是 Miami Heat 对 Marshall 特别有兴趣，就是你最喜欢的队伍。当然，那最有可能就是说 Miami Heat 可能会用 Eddie Jones 跟他们换。嗯哼，但是 Toronto Raptors 有可能想要也把 Rose 同时换交易出去，可是 Miami 不一定会想要 Rose。嗯，他们认为说 Rose 本身的价值没有 Marshall 那么高，而且 Rose 对 Miami 整那个队伍的整体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有对他们有利。OK， 那有可能就是金钱方面的交易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给现金的交易。那基本上我是认为是说，最有可能是 Marshall 跟 Eddie Jones 这样是交易。OK。对 Walden 你来讲，你觉得说 Marshall， 他刚 Michael 有讲到说他想要离开这支队伍，为什么？其实并不是 Marshall 哈、讲真的，并不是 Marshall 想要来离开这多伦多队。嗯哼，那是因为说，其实 Marshall 也有一个年纪，嗯哼，那他现在好不容易打出一片天空，是。那像队伍像是就像 Michael 讲 Miami，、嗯、还有 Minnesota，、嗯、对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哈、uh-huh.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 rumor， 就是前阵子的那个四个 team 的一个 four-way trade 哈，是，就是说 Marshall 最后会在那个 Minnesota、uh-huh. 会到 Minnesota 去、uh-huh. 那如果 Marshall 到 Minnesota 去的话呢，对 Minnesota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move、uh-huh. 因为他们现在最差的位置呢，就是他们没有真的他们的 supporting cast 就是帮助 Garnett 的这些人呢，真的不够好。Uh-huh. 好，那以多伦多来讲呢，trade掉 Marshall 呢是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uh-huh. 因为他很多人分析过，因为他今年是最后一年， uh-huh. 那他也不太可能会回来了。Uh-huh. 好，那像纽约跟那个 Minnesota 是非常想要他，那纽约呢又会想要拿这个 Rose，、uh-huh. 所以。如果像 Michael 讲，如果是一个 package 过去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拿到比我们光是一换一拿来的更多。OK，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 Rose 呢，他是会被交易去。那我现在先不讲我觉得有原因，可是我觉得说为什么同样这个两支队伍呢，这个他们两个的球员的这个合约是一样的长度，为什么会有需要到说交换？因为其实来讲 ，Rose 在最近这几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好啊。
如果在最近这场比赛表现是很好，可是现在就是问题是出在是说，任何一个篮球球员都很希望是在先发五虎，先发的五个球员内。Uh-huh. 虽然说 Rose 目前这几场的在场上的时间，基本上是比平常比先发球员的还要多，或者是说一样多。Uh-huh. 但是基于他也还是被认为还是被算为是一个板凳球员或者一个候补球员， uh-huh. 对他来讲，他的价值就会有所贬值。那他就自然认为说，他得到一个更好的待遇，就是说他如果到别队的话，他绝对有先发的本质，就是跟 Marshall 一样。Marshall 虽然说年纪虽然说已经老，又而且不待多很多的几率非常高，但到任何一队的地方，只要有任何一队需要他的地方，他有很有可能会极为变为一个先发球员。那在篮球，在这个篮球联盟里面，大家篮球员最希望就是说能够当上一个先发球员。那所以就是认为说 ，Rose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办法被教练认为说他是一个正式先发球员，他认为说他的能力没有被发掘出来。好，你这个你刚刚想讲的这个 point 哈，我现在正是想要问同样问题给 Walden， 说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职业的球员希望是当做先发五虎，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了，他们如果说今天把 Daniel Marshall 交易到这个 Minnesota 去的话。当然你刚刚讲啊，他需要一个 supporting cast， 那很可能的就是说 Daniel Marshall 是不可能做先发的，他是做替补的。可是他现在呢，在多伦多他想要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很这个 consistent 这个很稳定的这个上场的时间，有的时候他一场上去十几分钟，一场上去三十几分钟。那现在他到了明尼苏达，他同样要他要做到同样的一个角色，你觉得说他会满意吗？我想以 Marshall 的角度呢，他会去想，他也许在不管在明尼苏达或者在多伦多也好，他的角色也许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是，明尼苏达可以让他赢球，多伦多没办法，尤其是 after 那个这个 Carter 这个 trade 以后，那是更不可能的，那以多伦多现在的这个整个 style 这种打法呢，我是觉得说 Marshall 他会是想要说我要赢球。并不是说我要来拿这个 minutes， 因为我记得他在被放在 bench 的时候，他有讲过，只要我们队赢，他不会说那么 care。那以你们刚刚讲的那个以 Rose 的那个方面来讲呢，我想 Rose 他是已经有一个 leadership 出来了，他觉得他觉得他说哦 ，Carter 现在走了，他有这个 leadership， 他觉得他是最强的，他可以来帮助这个球队。那现在这个coach 不但没有给他，好像没有给他信心或者什么的。其实呢，他后来在打球，我们后来看了几场，他的时间都比先发的球员还要来得久。那后来他也有几场，他赢了以后，他有点讲说，只要这个 Raptor team 在赢呢，他并不是那么 care。所以这是以 Rose 的方面来讲，但是我是觉得说，Marshall 跟 Rose 呢，他们两个角色在这个 Raptor 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 Rose 我们都可以看到，第四节的时候他都是在场上，对，因为他有这个 leadership， 他算是多伦多最近的英雄。好 ，OK， 好，刚刚两位有讲到的一个是这个有可能是纽约，有可能是讲到这个Minnesota 这两个队伍。好，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看这两支队伍。这个我可以觉得说，今年像这个 Minnesota， 像这个 Denver， 像这个Utah， 或甚至这个 New York， 这几支都是让人家非常失望的队伍哈。你们觉得说呢？Michael， 我要问你，就是说，纽约现在是贵为这个全联盟最高这个薪资的球队，为什么他还会这么的失败？这个就要看本身球队的团队精神，然后或者是说要看他们的教练。也许该换教练了。这是他们今年换他们的教练，今年基本上来讲，其实还是算一个不错的教练嘛。毕竟还是有那个资质。他是很受威望的 ，Lenny Walken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教练啊。是啊，可是现在问题是说，也许是说他的打球的作风跟他整个他的球员可能不符合，就是说打了就默契比较搭配不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赢球就比较难一点，加上 New York 它本身没有所谓就是像其他队伍像 Miami Heat 有那么一个突出的一个 leader， 有一个带领他们然后提升士气的这种
球员，就像 Shaq O'Neal，或者像 LA 的 Kobe Bryant，就是他有一个领袖作风的人带领他们，而且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落后也好，领先也好，都会让整个球队的士气都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上面，这样打得出来会打得出来水平。OK， 你刚刚讲到这个问题哈，你说没有这个 Shaq，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很清楚的，这个你从纽约的这个球员来看，早期这个 Penny Hardaway 是一个叱咤风云的球员 ，Allen Houston 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球员。好，这两个他们都有所谓的 veteran leadership， 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老将这个经验存在。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打得到？有一部分就是有些人本身没有办法带领队，有些本身比较是属于怎么讲，就只是得分球员，他没有办法就是说非常懂得这个团队精神，也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可能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要给球，而不是自己持球然后得分，这样自己做英雄。哎、可是早期你这样讲的话，早期像这个纽约光靠 Sprewell 跟 Houston 两位球员，他就带着球队打进甚至总冠军赛啊。可是之前那个球队的时候，剩下的球队都愿意做一个配角。哦，不要忘记那时候还有 Patrick Ewing。对，那时候 Patrick 非常重要。Patrick Ewing 那时候虽然说没有得分，可是他是最起码他是算一个 leadership figure， 他算一个领袖的一个象征。那就算说他没有得分，可是他在场上就会有一定的威严，而且再加上他以前他本身的资历，大家都还是稍微会怕他。虽然说他那时候年纪老，那就等于是说你本身必须要在球队上本身要有人愿意当做一个领袖的角色，然后其他人愿意做他的配角。那如果在一个情况下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团队精神表现不出来的话。赢球就变得非常难。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以这个中锋来讲，啊，像 Patrick Ewing 这样子，可以说是一个稳定军心，做到一个这个效果是吗？对。OK， 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今年哈，这个 Houston Rocket 休斯顿火箭队，他们是非常非常这个受到这个瞩目的一支球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个这个全联盟里面是数一数二的中锋跟数一数二的这个后卫。或前锋啊，小前锋啊 ，Tracy McGrady 跟这个姚明。那我现在问你，姚明算是现在可以说在西区里面是一个蛮叱咤风云的这个中锋，为什么他们之前到了现在还是在这个五成上下打转？叱咤风云人物，首先是因为他是从中国来的一个球员，再者他是本身身高都比全部的 NBA 联盟的球员高，那在这个样子，希望在媒体的关注底下。你本身任何人都很容易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管他的实力如何，就算他们讲说他之前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实力非常强，好，那没错，那你过来打球了，是，那过来打球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所谓的，因为本身语言上的障碍，他没有办法就让人家认为说他做事情都是对，就是说他说的他做的想他的想法他的作风是做事态度都有说服力，那就可能变成说人家可能不一定会听他的，那就像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咱们拿 Cleveland Cavaliers 来讲，他没有 LeBron James，对吧？那他本身在高中打球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球风，那当他进来这个篮球联盟的时候，他本身没有，就是说他其他球员就认为是说听他最有就是信服力最高，因为毕竟他在高中联盟的时候打出很多成绩出来，那他有这个成绩可以来就是说他做的事情是有说服力，然后你要相信他。那姚明这个情况下，他主要是语言上的障碍，再者是说他打的球风跟整个。就是说整个联盟来讲打的球风不太一样，因为他打的中锋虽然高，可是就是你也看过之前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姚明对 Shaq O'Neal 的时候打得非常的就是那种比赛前的那种就吵得特别热，那后来之后呢比赛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就真的是非常的是那种属于就那种抢得很激烈这个样子，就变成说还是有些人就还是本身比较强，那就等于是说中锋这位置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稳定军心的这个角色，可是在有些情况下必须要换人来代理，比如说像 New York Knicks 之前打从第八中打到总冠军赛 Latrell Sprewell 不是中锋，那就所以就想是说像之前 Vince Carter 在 Toronto Raptors 的时候他也不是打中锋，可是大家都是以他为领袖以他为中心，那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整个球队相信说他是中心，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在 Houston Rockets 的时候原本是 Francis，他应该是中锋，他应该是中那个球队中心。是，就因为 Francis， 因为那个姚明过来，他们都说要赢球，那 Steve Francis 为了也想说他也想要赢球，是，就把尽量把主攻权都交给姚明。是，结果后来到现在也没得到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后来认为说 Francis 不够强，所以换了一个 Tracy。OK， 那我现在就把话题转回来了。刚刚讲到这个纽约，你们是想说是因为有 Patrick Ewing 的存在哦，他有多少，他有感到这个。是 Patrick Ewing。哎，可是问题是说，
现在同样，那如果说中锋不重要的话，现在同样啊，两个球员都还在这个，不管是 Allen Houston 也好，或者是不管是这个Penny Hardaway 也好，甚至说你要想一些这个新兴的球员，像这个他们也有一些不错的新进，像这个 Mike Sweeney 啊，像这个Kurt Thomas 啊，或者是甚至这个Nazir Muhammad 啊，这几个都是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些绿叶的球员。如果说你刚刚讲到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所谓绿叶衬托，我觉得纽约都有啊，天时地利人和他都算是有啊，对不对？为什么呢？他的最重要，纽约的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他们的 coaching 这个 coaching staff。好，我从看球到现在，我对 Lenny Wilkins 这他所有的他所做的哈，不管是在多伦多好，不管是在 Atlanta 好，在纽约也好，他有一定的习惯，他喜欢用他的 star player，但是他不会用他的 star player，然后呢，他的很多 play， 因为也许是年纪的关系，已经有遭到很多队的，已经有一种 counter attack 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他的 play 几乎每队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以我来讲，我觉得纽约为什么以前可以打这么好，不是 Patrick Ewing， 而是他们那个 coach， 就是现在在那个 Rocket 这个 coach。Jeff and Gundy， Jeff and Gundy，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 coach。OK， 大家都最小看就是这个位置。那现在为什么 Rocket 打不起来呢？就是因为 Rocket 整个 team 并没有像纽约这个样子。纽约以前是类似像说，以前80年代的 Detroit 这种 Bad Boy 那种感觉。全部都是 Hardcore Basketball，对不对？他们不会给你 Easy Basket，以前什么 Charles Oakley，对不对？这几个全部都是不会给你 Easy Basket。是。现在呢，自从 Lenny Wilkins 接手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Kurt Thomas 越来越懒，Tim Thomas 不知道在打什么球。以前在 Milwaukee 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他是一个整个league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ll Around Player，几乎什么 Position 他都可以去打的那种。哎，为什么现在打不好了？Lenny Wilkins， Marbury， 其实前在 Phoenix 上跟在那个 Minnesota 的时候打得怎么样，我们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现在打不出来？Penny Hardaway 那是因为他受伤，这个我们没有话讲。那 Allen Houston， 他除了会射球以外，我不觉得他还会什么。刚刚讲到这个教练哈，没错，刚刚这个 Walden 是有提出来说 Lenny Wilkins 他不会用他的 star 球员，可是在他手上出来不少人 ，Dikembe Mutombo， 好，或者是甚至中间这一段时间呢，还有所谓这个这个 Vince Carter， 还有这个Alvin Williams， 都是一些慢慢他自己带出来的球员。那像 Alvin Williams 并不是他带出来的球员，算是他带出来的球员，因为他当初他当道的时候是他带出来的，他那时候有讲说他身为一个后卫，他希望带出一个后卫出来，对不对？然后结果后来呢，他就是说，他是告诉他说，你只要练，你只要好好打，总有一天你会出头天。Alvin Williams 之前在多伦多是 share 这个所谓的 garbage minutes 的，可是到了最后面呢，他成功了，他成为了多伦多的starter 的之一。我觉得那个，我还是觉得这个 coaching 哈是最有问题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多伦多进 playoff 的这几年，也都是他带的啊，是 Butch Carter 带的。可是他后来还有带进一年，而且还带进了第二轮呢、啊。自从 Lenny Wilkins 一接手，多伦多完全走下坡 ，Carter 走下坡，所有全球人都走下坡。哎、欸，可是问题是说他在的那也是同时他带的那一年进了第二轮，然后只是输了最后一球，在跟 Philly 打的时候最后那一球没进，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进第三轮。那是 Lenny Wilkins， 那是最后一年，最后一年他们进去的时候，对。可是现在就是要讲，就是说你刚刚讲说这个教练就是像，没有，他刚刚是讲说这个 Lenny Wilkins 他上面他在这个教兵的这个方面他不是做得很好，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至少他还可以带得进去，而且他也是虽然他是最多败，但是他也是最多胜的球这个教练，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面来讲，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教练的问题，我觉得最多败跟最多胜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教练在教的久就可以达到了。可是问题是你也有那个能力待的久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待得久。那其实你现在看，我们回来刚刚这个纽约这个题目，好，最那个，他们最麻烦的就是 Isaiah Thomas 很会看人，他很会去找人，然后他也会懂得用这个所谓的 media hype， 好，
就像刚刚我们讲姚明什么什么，他是从那个中国大陆来，有很多人会来看 media hype。这也是其中一个，所以为什么他拿 Lenny Wilkins 也是一个 media hype， 他就是要让大家来看球，可是他就忘了一点，他疏忽了一点，就是说能力的问题，还有 player chemistry 的问题，还有 player 跟 coaching 的问题。Lenny Wilkins 的 coaching 已经太老了。欸，可是不少球员是冲着他来，像你说，这个Chris Webber。Vince Carter 这几个都是冲了他的名字来，因为他是早期的明星，那他现在当了这个总经理，这个 GM，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是冲了他这个名字来的啊。不过你是说他以前的教球的方法跟现在在整个联盟里面比打球的作风已经不一样。像之前看过 Jeff Van Gundy 之前带 Knicks 打进去的时候，那时候明明是 Ewing 还是个中锋，可是他们那时候打球的球风，就像刚刚 Wilden 讲，除了打 Bad Boys Image 以外，他们也是打快球。虽然说中间有个人打的速度慢，可是问题是说他有办法让球员认为说要符合他的教练的教球作风，那就变成是说像 Wilkin 他这种像他以前是那种 hardcore， 他是强迫你要做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在你说他认为说你这个体型这个资质可能只适合打某一种战术而已，是，那他就没有去想那么多，他就认为是说他只要这样打，每个球员不一定也许会达到100%的他们的预见的奇效，那只是最起码他可以有办法，就是说只要赢球就好。所以为什么他是 winners coach 也是 losers coach？ OK， 那基本上只要说你只要 potential， 你只要能够发挥出50%以上的能力，他都就有机会赢球。OK， 好，所以呢，整体来讲，这个 Isaiah Thomas 今天总体来讲，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成功还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经理？在目前为止来讲，在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我如果没错的话，艾斯他们这应该是第一次他教 coaching job 吧？是，所以就是教 coaching job 还是教 manager GM？ GM 对，第一次 GM，那就有可能是说，可是他之前在多伦多不是也是身为也是同样也是这样子，对啊，就是也许就是说他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短时间内看他效果成不成功，因为。要建立一个 NBA 这个强队，是要花时间的，要慢慢物色的。而且可是他有不少的时间了耶，已经算是他有钱，也有这个时间了。问题是出在说 chemistry 上面，也许有可能就是说他们的每个球员都不懂得什么叫团队，那也许可能是说教练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让他们认知说打球打这个篮球这个比赛是一个团队的活，团队要一个团队精神。那也许因为这个条件，他们可能。那在我认为说他还是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成功，可是在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就算一个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GM，还算是一个普通，他还没有成功。对，好，那接下来 Warden， 我要问你，就是说这个今年你到现在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办法大概预测一下，你觉得今年会拿 MVP 最有价值球员的人选是谁呢？我觉得最有价值球员哈，我们要来看他整体的这个队。所以呢，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是Steve Nash， 因为他们队。赢最多球，最多场，但是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是 LeBron James，好，第一，他是第二年进来的球员，他今年是他第二年，他每一场可以得25分以上，七个篮板，七个助攻，再加上差不多3个超截，以他这种第二年的球员来讲，其实在 NBA 里面没几个，是，也许 Michael Jordan 有做过吧。大概只有这几个，我不觉得他还有跟他可以跟 Michael Jordan 还没有，但是以他现在目前的，你看他这个 stacks 已经是有点超人的感觉了，然后他可以把一个 Cleveland 这个在垫底可以说一个垫底的球队带到现在在 Eastern Conference 可以说是前几名的球队。是一个非常 surprise， 所以我认为个人认为应该是 LeBron James。可是我觉得说像Nash， 他也是从把这个 Phoenix Suns 从最后去年的那个大烂队阵容没改多少啊，只是他加入了以后，他现在变成全联盟最强的队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Nash 他也是应该 deserve 他应该有的 credit， 对不对 ？Nash 他我认为他本身是有 deserve 他的 credit，可是就是在以前的来我们讲 MVP 这最有价值球员定义来讲的话，基本上。除了本身会有办法带领一支球队带领进入季后赛，或者带领到冠军赛，或者赢冠军什么之类的，他本身的个人的那些个人的 stats 也要有一些突出的方面。可是在 Steve Nash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只是助攻特别多，他懂得适合的时间传球给让队友得分。那这个在以前的历年来 MVP，
很少人得 MVP 的时候是得分自己本人个人得分是很低的，就像 Steve Nash 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不太清楚我不太记得 Steve Nash 有多少得分，可是就是以他个人来讲，他在算 MVP， 在从以前的 MVP 定义来讲有一点牵强。不过当然就是不可否认，就是说他是因为 Sun Phoenix Sun 因为有他的关系，才会有现在目前到这个战绩的这个地步。所以我还是认为是说，也许今年开始就是说，这种助攻王这种球员，助攻型这种球员可能会得到一些 recognition， 就是说值得属于。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像这个 John Stockton， 我早期非常喜欢他，我很敬佩他，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球员 ，pass first， score second。Jason Kidd 也是这样的。Jason Kidd， 可是问题是说 ，LeBron James 他现在背负的一个责任就是说，他必须要扛住整支球队，所以他有时候还是在适当的地方、啊。所以为什么他是最有价值球员？他对他的队。他是最有价值的那个球员。可是我现在要讲说 ，LeBron James 他并没有办法把他带成一个冠军球队，像是谁？像是 Tim Duncan， 我的心目的人选是 Tim Duncan， 因为 Tim Duncan 他整个把 San Antonio Spurs 到现在他是全联盟最强的球队，对不对？他其实阵容并没有改很多，每一年 overall 来讲，可是呢，他有办法把这支球队带得非常稳定，走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甚至今年有可能问鼎冠军赛，我觉得。然后我觉得说像 LeBron James 呢，可能还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也许再过一两年差不多的时间他会到。 OK， 这个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要谈，可是这个时间的关系，那我相信说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这个下一次呢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个分析，因为下一次呢就是更接近这个交易截止日，那我们到时候看看说呢，这个两位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trade 呢，这个交易呢，这个可能性会不会发生？好，那我们谢谢大家的观赏，那也同时谢谢两位来宾，那我们下次见，谢谢。